大家好，我是大 H。人类歧视现在骑到哪里了？人类歧视现在已经骑到日本了，正踏在这个干干净净、礼礼貌貌的土地上。然后我的比赛日期呢是11月13号，然后今天是11月10号，我们提早了3天来，因为明天我要报到，11月12号我要上色，11月13号就直接比赛。这场比赛呢，职业赛叫做 Japan Pro。然后业余赛呢是资格赛，所以他每一个项目会发3张卡，但他名字是不太一样的。比赛是13号，对不对？我们什么时候走？14号的傍晚，隔天。就是隔天。有半天可以吃一餐或一个点心之类的。对，可以享用一下。可是又不行啊，我后面要比赛。好想要多玩就5天哦。5天怎么够啊？然后啊，我好像默默的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呢，镜头后面的这个人最近好像非常勤奋的在找日本美食，可是他明明跟我在一起啊，在饭店啊，为什么要那么积极努力向上的去找你的日本美食？你不能再把我绑在你身边了，我只有找几件而已，好不好？我会快去快回。其实我也很支持他啦，因为不然他跟我的饭店很无聊，都来这一趟了，我又不是小朋友了，对不对？就在饭店自己死在这边。而且刚刚我还没讲完，为什么我们会晚上6点才到？你自己讲。你说晚上6点到饭店吗？对啊。我们中午大概1点就到日本了，但是我们到了5、6点才到饭店。我跟你讲，日本的地铁非常混乱，所以我们在搭的时间就已经花了接近3个小时多。问题根本不在地铁啊，继续。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去买一颗汉堡，就只是一颗汉堡，然后那个汉堡为了要去那个汉堡店呢，它就绕了一点路这样子。我们现在已经到东京了，然后明明可以直接到饭店，但是小 H 受不了诱惑，他觉得他一定要先来这一家看起来很厉害的汉堡店买一下才能开心，所以我专程绕过来这家汉堡店。你都用眼睛吃哦？你有很想吃吗？你是不是最想吃汉堡包？好，我们比完去高雄吃好不好？好，再忍耐一下。你告诉大家好吃吗？超好吃，我有直播跟大家讲，它真的很嫩。他直播的时候，我刚好有事情去忙，因为他知道我比完赛最想吃的是汉堡，那个汉堡，但他还是舍得去买。对，他就看着我买，我看着他在煎盘上面滋滋作响，然后他的面包也在煎盘上面躺在那边等着肉，还有那个蛋，然后混合，然后躺上去包起来，送到你手上。对，然后我还舍不得吃，就这样子摇摇晃晃搭了1个多小时的地铁，怎么可能？他冷量还可以很好吃。好，所以这场健体职业赛有几位选手参赛？目前呢，官方那边公布有16位，然后业余一个项目会诞生3位职业选手。我相信这3位里面一定有台湾人。好，不管，反正3位加起来19位，好像也没差了，因为我已经看到了。仿佛已经看到了冠军，刚刚有一种你后面变云海的感觉，因为已经太强了，太强了。我们今天在楼下有看到一些选手，对不对？楼下，然后看着他们的状态慢慢曝光，我告诉你，就是有一个韩国选手跟你握手。哦，对对对，他很有礼貌。这个韩国选手呢，就是我2019年有比 Japan Pro， 然后他是那一年的冠军。我一开始没有看到他，然后他有看到我，他走过来就直接跟我握手，非常非常有礼貌，很 gentleman， 又高，肩膀又宽。有手汗这样子，对对对，手湿湿的，因为他在害怕你，怎么样？对，被我吓到了。对，还是那手汗其实是我的，抹过去抹回来，我以为是他的。你是他。那场 Japan Pro 还有哪一些战灵巨兽参赛？再来就是日本当地的选手 Edward， 是混血了吗？对，混血。他们好像有几个选手都是混血了哎。对，很多混血了哎，而且都颜值爆表。就是他们又增加了一点那个。方那边的基因。再来呢，还有一位大陆的选手金波，如果看这场比赛，他应该会在我的画面里。一个字，强。怎么说这个强呢？头肩比、腰肩比非常好，胸肌、背肌、手臂、肩膀非常好，肉量非常好，腹部状态非常好，很完美的一个健体的心态。我怎么感觉好像在讲你？没有。先天条件腰间比我还好，但是他的肉又更大，所以你输了。我很大，
我不渺小自己，对，但是他也蛮大的，是一起大是不是？讲的有点心虚。这样子会赢吗？这三个的话，那听我讲实话吗？你说说看，这三个你会不会赢一个？不会。那我们行李要不要包一包？我告诉你，真不会。但是我会尽力，我知道我自己实力在哪里。但是我一定会尽力，他们真的很厉害，而且这只是其中三个，还有可能二十个。但我在上一部片有跟大家分享了嘛，这一场比赛呢，就是又是一个全新挑战，然后我希望我可以。你现在状态怎么样？跟美国那一场应该是差不多。我原本想试试看能不能更好，但我发现时间太短了，我能做的事情太少了，所以而且中间发生一些小插曲。什么事情？你刚刚听我肚子在讲吗？我在201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腰部有拉伤，确定是椎间盘突出。其实这几年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我在训练上都很特别注意。我自己感觉应该是一个时间比较长的减脂，让我的身体恢复可能慢了一点，所以它有一点点发炎的感觉，让我不太舒服。最严重的时候是走路不太能走，那个核心的力量都不行。那几天我跟你讲，大概有3-4天左右的时间。我好像单身了，单亲妈妈，不是单亲啊，因为腰坏掉了变单身。你比赛已经很累就算了，比赛已经有一点单亲了，然后变成是那一阵子，所有需要抱恩恩的动作啊，帮恩恩洗澡，原本都是我在做，就像一个废人啊。我还是有训练，腰带绑紧训练，然后训练完之后回家就躺。哦，想到这个就气。气前两天你觉得痛的时候，我就已经苦口婆心，因为我知道你不可能被动摇，我就说你自己要判断哦，如果会很痛你就要休息哦。结果你后来就爆了，开始硬起来叫你不要去练，给我翻脸呢。我那个时候因为你讲好几天嘛，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心情也不太好，我已经意识到，我也因为我心情没有好，我意识到我快爆炸。我那时候只讲了一句话，但你也有感觉。他讲那句话，我直接不跟他讲话了好几个小时。对，我说好了，不要再讲了，我说你再讲我可能会爆炸，因为我不想我们吵架，我也不想我情绪影响你。那个时候我大概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就没讲话了。你是前面先讲说我会对我自己负责，对，我说我会对我自己负责，然后我就回他说你这算是什么负责，你对你自己负责，然后你突然残废了，然后我们全家都这样受影响，这只是对你一个人负责。哎，对，但是我要讲的是我会去练还是有评估过的啦，我觉得还可以啦。后来就很不爽，跟他不讲话3-4个小时，然后好险他有过来，那个感觉好像摸摸啦，有摸摸一下，你也给我摸摸啦，是吗？摸哪里？头的部分啊。等一下，我有点忘了，摸哪？头啊。反正后来就和好了。后来我就真的躺了，因为我原本最担心的是我可能 posing。因为那时候 posing 我的核心不太能用力，腹肌受不太好，所以有点觉得比赛 会有蛮大的影响。但这几天休息之后，像刚刚到饭店，我 posing 一下还可以。觉得你们这种狂暴训练者运动员，训练上的风险就是很大，所以就是要小心，因为你们的心脏可能很大，但你们的另一半的心脏偏小。OK。好，那因为倒数2天呢就要比赛了，那我的饮食调整呢其实也很简单，我上一部跟大家分享是半佛半人嘛，那其实也是一样的，那只是到日本来我就是去便利商店找到我要吃的鸡胸肉还有饭，其实都很好找。跟上一场不同的呢，就是我调整我喝水的时间，就是我上一场比赛前2天开始灌水，喝比较多的水，那我这一场前一天而已。那现在我要准备去洗澡，然后等等可能吃点东西。明天呢，准备去报道，就是拿我的号码牌，然后看看其他选手。这周有很多台湾人，互相打气，一起加油。明天见啦！你现在的同事还在偷吗？
其实我没有做太多的投资，就是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我刚刚才分享，我说哦，还是原来的我，但是我的对手已经不是原来的对手了。哦，都这样子，可以的，你比例是 number one 的。日本那边有讨论啊，你那场是我日本人认为是第一，可以的，刚才表现好，可以。我是这次是导游，你好。算了，对啊，可以的，可以的，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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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比赛的心情怎么样？好爽哦！我在烦恼是我要吃什么。好傻眼，好爽哦！怎么跟我一样？你既然没有要上单，那也漏就我一点。不行，不行，不能给。他们现在在讲悄悄话。对，我们在讲那个，他要比妮妮的赛。包得住吗？你的那个丁字裤反过来穿。国内だけの開催でしたが、久しぶりに、世界中から On behalf of Jim Mannion, our IPB Pro League President, Tyler Mannion, Vice President, Robin Chang, International Director of the IPB Pro League and NPC World, the stage that you all are going to be competing on is second to none.你怎么没有牵在自己的脸旁边？啊，我脸有我吗？Okay. 好像没有我。
香葡萄。猪大串，要不要吃？要。啊。一。要丢好久。二。三。哦，丢的有点烂，好，再吃。一。二。三。还是太烂，好了，我跟你讲，左手很难，好不好？二。三。好，你坐着啦，坐着感觉比较简单。屁股的诱惑。有没有麝香味？怎么可能有麝香味？麝香葡萄。麝香味。酸欸。来，一、二、三，有有有，哇！刚好露出蛋蛋嘞，躺下去那一秒。好，加一颗苹果。一、二、三，哦，欸，蛋蛋又露出来了。二、三，哎，这么简单你没接到？我刚发现都没有纸欸。这种葡萄都没有纸，拜托，哎，职业选手都不用念书吗？点补碳吗？非常期待哦，这就很好吃的。又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汉堡，或是甜甜圈。上色完，你们是不是都要吹十分钟以上的电风扇？刚刚至少吹二十分钟以上，两台大电风扇，那种工业用电风扇，这边一台上面，这边一台下面，然后只吹两遍。打喷嚏吗？对啊，还有身体状况 OK 啊，只是觉得手脚等等，要干呢，不热不掉。等一下大家就知道我的宵夜会吃什么了。我自己觉得汉堡的几率不大，因为还蛮想吃汉堡，而且又热热的。可是你答应大家说这一次会有不一样的，不然就变两颗啦，而且牌子不一样。我有点懒得去买的话，可能就也变成你买一个冰淇淋吃也可以。不远的啦。好，就这样，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你刚刚有失误吗？对，开动。加点的串烤。明天的行程是什么？早上先起来，然后刷个牙，就要去一趟冰王买鸡肉啊，跟饭，明天要吃一点饭。然后呢？然后就回来休息啊。比赛倒数几个小时？比赛倒数16-17个小时。才那么久？真的。刚我们聊到说，你这次上场强度真的爆高的吗？你觉得选手有一件很难的事情就是？当你没有 first call， 你也没有 second call， 你也没有第三轮的 call。三年前那一场就是最后 call， 最后 call。如果你明天一样，可能也是比较晚 call 的话，心里会不会已经有预设一些感受要去克服？其实有料想到了，但是我告诉自己还是要全力以赴，因为 pro show。它是一场秀，所以要把职业选手该拿出来的态度拿出来。名次对我来讲，现在应该说这场来讲，我觉得没那么重要。我觉得一切都是过程，好好享受，然后继续努力，继续进步。我明天就算很后面call out，我还是会很帅的。我如果很后面call out的话，我应该就会找你在那。我就看你，我不要看裁判。开始跟大家玩。对，最坏就这样吗？
最快就这样了。然后最好呢？你理想的最好是怎样 ？First call， 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前几名，但是 first call 可能会有六到八个人，我也被叫出来过，会很开心，那就值得了。因为这场的强度真的是非常高，尤其今天看到业余赛，哇！我今天业余赛有震撼到，其中一两 B 的健体 Saken 那一排，我都觉得有几位也是可以到 first call 的，真的，就是感觉都比有名次，可是因为太多太厉害了。我很期待，因为我知道我肉量比他们小，但我还是很期待，如果真的有那个机会放在一起的话，会差多少？记得我们说过的哦，就是如果这场差再多的话，就休息五年。五年，还是直接退休，反正差不多了。好了，我们今天要赶快睡觉，因为明天比较早起来。对，大家晚安。明天。慢。嗯，最近最喜欢说一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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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因为他发现有些东西是一样的。觉得你上次跟我说一个我觉得很浪漫耶、因为我们家里有挂那个真爱每一天的海报，然后他有一天竟然指上面，然后又指我们说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咦，超强耶。然后他看到我们家大电脑跟小电脑会说大的，对，小的。而且他都很热心，叫他做家事，来帮我们擦桌子，货的那种箱子很多，拆开就叫他帮我拿，我来放好这样子。他帮我做这个批货，对，一些出货。他很有成就感。有时候叫他拿，然后他拿过一次，下一次你就自己拿，没有叫他拿，他会生气。他会生气。他洗衣篮拿，你自己拖，不行哎，你拖着他哭给你看。他要拖，对。可是他这个时光一定很短暂。大概在一两年后，他就会自己会落。哎、欸，太快了吧！或者你问他什么，他都不讲话之类的。那已经青春期了吧？青春期，哎、欸，那干嘛他就都不要理你？哎、欸，我以前青春期从来没有爸爸妈妈问我事情不讲话过。我也是。你、欸、不讲话还得了？他们菜刀就飞过来了。好了，睡觉了，睡觉了，挂掉了，挂掉了，好了，挂掉。拜拜。拜拜。准备化妆喽！好，你现在这是什么发型？我把乖乖发型，看起来可以这样上场哎、欸，有点像米老鼠。哎、欸，怎么那么帅？腹肌看一下。哦，走啦！准备出发了。这个时候都要说什么？我很大！耶、yeah, ，最大！好，出发出发。好，甜甜圈，甜甜圈，饼干，果汁，弹力绳，手机，这样出发，号码牌 ，Go， 22号，恳请支持，哦 ，Go。你有三个，我还特别为你做一张我自己。哇、哦，这是也是小分数。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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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Gentlemen, you can file off. Oh, yeah, I'm talking to you. Take that. Turn and face the front. Thank you, gentlemen, back in line. All right, gentlemen, when I call your number and name, come out to the center line. 22, Chin, 24. Face front. Awesome job, gentlemen. Back in line. Chin, 37 rail, switch back. No. Spread out, guys. Spread out. Turn and face the back. Thank you, gentlemen, back in line. You 有没有想到自己会 first go out？ 我现在手都在抖。做梦有想到。我真的是我在后台，因为都没有什么认识的，有几个台湾选手，但是我是第一个，所以后面全部都是韩国人、日本人，而且每个都跟山一样大，但是就尽力不去多想，反正哇，我真的很开心他，因为我很怕，因为第一个如果他第一个不是叫团体，我就没有。对，因为你是第一个，他叫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场已经够了，我觉得已经够了，真的够了，但我还是会尽力，因为现在还有。比对应该可能两位比对个颁奖，现在是不是感觉有可能会前四名？对，应该是前四名，因为你们四个人出来比 对。我知道我自己出在哪一样是弱量，但是就是在拼拼看，然后可能在明年我会好好的去再把我的肉再加一点。
Fill this in up here a little bit more, front to back a little bit deeper, it'll be great. Oh, thank you. The chest, because he's so wide, his waist is so small. So you gotta focus on getting bigger front to back.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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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ank请问是大一起吗？对对对对、啊、不好意思，我是林某师，请问可以可以可以，谢谢谢谢，真的很感谢，真的很感谢，这组加油，组加油加油，谢谢，努力努力，耶 ，OK， thanks so much， thanks so much， plus， 嗨，谢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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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video， OK， I'm king to the YouTube， yeah， thank you。Are you natural? Yeah, yeah. Awesome. Respect you. Okay, respect you. Yeah, we are. Thank you. Thank you. 他问你是不是 natural? 对啊。他怎么知道？可能看得出来吧。喂。看着你是什么 natural 来这个。这个过程真的是，我在台上已经就望向远方向，真是像在做梦。对，但是不会告诉自己，我也是够大，我也够大，对，我很大。然后不要再觉得自己很小了，我还有机会，我还有竞争力，我可以继续走下去。然后会尽力把我的弱点再去修正。那你明年还会比吗？明年当然要比啊。比几场？回去看一下有几场。我们之后高雄比完还有一件大事要做，那件事情全部结束之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件事情。我们比完赛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小孩子要结婚了，对，最重要的日子要来了，我们的补办婚宴啦，对，我们的婚宴要来了，什么事都还没做，连人数都还没统计，现在已经十一月中了，十二月二十五号就要办了，对，现在进度是多少？零点五左右。然后因为小孩子让我专心比赛，所以这件事情他放在很后面，所以我比完赛我们要加紧脚步，就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喜悦。真的很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我一定会继续努力，我知道路还很长，继续加油就对了，谢谢大家。
就这样啦。你要过磅吗？你不用过磅、啊。报道啦，每次报道都讲成过磅。报道，因为你也没有说一定不行啊，你叫我负责啊，我还是有体力的，我会负责啊。你想打下去呢？我觉得很帅，然后混血儿吗？混血儿，混血儿吗？对，混血儿。哎呦，你不要跟我混血儿吗？对，混血儿，混血儿很帅。混血儿吗？因为上一次讲的怪烦死，再帅一次，你不能笑，不能笑，好，但接起来怪怪的。好算了啦，你自己说是混血儿、喔。收到，我刚刚在叫，听到一堆毛絮的声音。对不起，不要再说你会接了，跟观众对不起，这颗我已经丢了，这个叫什么？已经100分了，好吗？